为什么你这袜子跟你的真的同款？同款只是一黑一白。哎呦，你不要那么弄。The noise face。你不要，哎，尊重一下长辈好不好？我要看什么就看什么。乖乖，你拿椅子过来坐。你又不是我的小院长。你先坐啦，你坐，你就坐在这边。你坐。我其实是想帮我女儿，就是亮亮，你知道她想成为彩妆博主。对。然后她今天就叫我带她两个她觉得很好用的东西。对。然后他想说，你不要用，这是我新买的。新买的怕什么？我不要。你这样我就是要。我要变丝袜，我要变丝袜。你干嘛？你先坐，你先坐好啦。你先不要，你先跟我讲，继续跟，你先跟我讲小妹的事情。你我有病，这是一个梗。不是，这是一个梗。你先跟我介绍小妹啊，我等一下变一个东西给花园慢。那你可以借我看一下那个笑脸的就好了，因为我其实你看这个。哦。对啊。哎，这个好多。等一下，哎，这个笑脸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要拿？不要拿人家袜子做？做什么事？我没有做什么事。你那个包包有点乱。没有吗？他就是没有，因为我现在紧张啊。你要不要帮我把它喝掉？没有，我是说真的啦。对啊。这是有不能看，不能看你就把它放旁边。不能看了，那就差不多了哦。就这样子就好了。真的哦，好，那差不多了。谢谢袁姐哦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我现在有点惊魂未定。不可能要我们做任务之外，又要反任务吧？这真的很恐怖哎。如果我刚喝了那杯牛奶，如果我就这样失分了，或者是就这样失败了，怎么办？所以我那杯倒太大了。对，你那边倒太大，因为他已经被我女儿柔情攻势，他抗拒不了我的小女儿的啦。是哦，我也很恶啊，我要反带，我要反，你帮我，快点。哎，我刚才看到一个，等一下，正好你在那个，怎样啦、啊？很恶心的、啊。我问你哦，先进船里面第一个人要说什么？先进船，对，先进船第一个要说什么？先进船说 ，Hello， 不是，要说 online， 也先进船说 online， 怎么破坏？好，那大哥，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你明天可以跟我一起录一个，就是影片。我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录一个，就是动态，就是类似小短片那种，就是面膜啊，然后这个啊。这个收纳包，这是旅行必用的。那它里面通常是装什么？就是装哦，也是很乱，反正就是会有一些，就是盥洗用品。这个，哎呦，你用的牌子都不错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就是好，那这个熊抱哥先让他去旁边好。好。哎，真的，这里面真的完全不能。真的。就是会那个十八禁，没有啊？哎，你越讲，大家越好奇，你知道吗？内裤啊，就是女生内裤啊，十八禁啊。除了内裤之外呢？就内衣裤，也没什么东西，就内裤，但是内裤就对啊。好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你。你看起来有点失望。我超失望的、啊。这个戴起来，应该戴起来这样。大乔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除了凡哥之外，我还想要有没有赵哥的？等我，好，是我的命。素素的也不讲，怎样？素素的也不讲。我跟你讲，素素的最贵。我跟你讲 ，Supreme。你跟我自己在炫富啊！你在炫富哎！说你都要炫了，为什么？我刚才我跟你说，为什么把它炫完？好了，我走。你干嘛这种脚？你好变态！还这种脚夹我。以前最喜欢就是脚被。然后我这边都一直被夹到有点。乱夹，真的好。真的机长，好了，等一下一起去泡温泉。三个艺人让对方跟着。哎，你模仿了五个啊？六个，张学友，对，然后凡哥、赵哥。
来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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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螳螂捕蝉，那黄雀在后。好，哎 ，Vicky 姐的，有好，快快快快快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哎，有机会来个四颗啦。有啦，宇文姐以前对不对？哎呦，也是过关演戏的，得分机器啊。为什么是眼睛？他是抖眼睛的。哎哎，快快快快！有啦，他有脸啦。有有有有有有有啊有啊，确实有确实有，你看，他脸反应上去。好好好，就这个角度。哎。四十二秒了，手边去，手边去。现在假踩哦。哎，来来，哎，能赢一颗就妥当了。对，好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好稳，好稳，很稳呢。五，抓到绝。四，三，我们资本太激烈了，受不了，心脏受不了，比赛太好看啦！我们台东资本阿兰达，耶，下一关来了。